是，你知道吗？中国人士来台湾都获得政府十成的健保补助。Sales News， 南方快报。报以你的健保卡有给人收卡无？经过调查，全部拢总有60%去给人收卡。但是你知影吗？中国人士来台湾都有得到政府四成的健保补助。Sales News， 南方快报。马总统10月17日正式宣布，他要与中共签署和平协议，也就是说，两岸统一透过政治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谈判，台湾从此也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各位，你的健保卡有没有被调查？在线小朋友，请问是不是要改革新手？南方快报，马总统两个月后，你将会开刀动手术，获得认可。马总统未经通知就带着大批记者到。
发现大肠癌，必须立即开刀切除。他在开刀前表示，如果我死了，要换你们继续打拼。十四六，南方快报，十二月一号，将总统李登辉健康检查发现大肠癌，必须马上开刀。伊伫开刀前表示，如果伊若死，爱华人大家继续拍命。七百多万票，投票率高，都是外省人吗？公投来这样操控出去，台湾吗？台湾难，这样操控出去，对吗？稍事，南方快报，十月三十号，三过市立院长的郝柏村进行完检查，发现大肠癌。立即开刀切除。他在开刀前表示，如果我死了，要换你们继续打拼。上上哦，你好你好，哇，就再来哦。咱来会场啊！在开刀前表示，如果我死了，要换你们继续打拼。稍事六时，南方快报，十二月一号，将总统李登辉健康检查发现大肠癌，必须马上开刀。伊伫开刀前表示，如果伊若死，爱华人大家继续拍命。陈水扁时代多了将近三十万人。
Thanks， 南方快报。各位，你的健保卡有没有被锁卡啊？根据调查，全国共有62万人遭到锁卡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感谢用心的支持，真感谢，真努力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为什么他的女儿不住在台湾，不做台湾人，却要做美国人？26南方快报，马总统讲要台湾人黄金的十档，更加要让少年人有希望，有希望的十档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为安怎阻止无要住伫台湾，无要做台湾人，要去做美国人？Fox News 南方快报，马总统接受电视访问时说，因为他是外省人，所以有原罪。请问大家，如果有原罪，他凭什么当选台北市长，又凭什么当选台湾总统？700多万票投票给他的都是外省人吗？请问这样操弄族群对吗？ Fox News 南方快报，11月1号，前总统李登辉健康检查发现大肠癌，必须立即开刀切除。他在开刀前表示，如果我死了，要换你们继续打拼。收视率南方快报，12月1号，前总统李登辉健康检查发现大肠癌，必须马上开刀。伊伫开刀前表示，如果伊若死，爱活人，大家继续打拼。收视率南方快报，11月1号，2个月前，马政府找出十几年前的案子，把李登辉前总统起诉，进行政治追杀。2个月后，李登辉开刀动手术，换人见客，马总统未经通知，就带着大批记者到医院作秀，把医院当作政治舞台。Fox News 南方快报，10月31号，当过行政院长的郝柏村替马英九辅选时说，没有戒严就没有民主。当年为了抓匪谍，很多台湾人无辜被抓被杀，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请问你同意他的说法吗？ Fox News 南方快报，过去3年，我国的债务增加1兆4000多亿元，超过陈水扁时代8年的累计总和，明年还要增加3000多亿元，也就是说，每个台湾人增加了6万元的债务。各位，你的薪水有没有增加啊？你可能不知道，马总统上台以后就自己加薪，提高特别费。来啊来啊来，开车！健康检查费也增加了5倍，全部都花光光了。各位，你的薪水有增加无？你可能不知影，马总统上台后，就家己加薪水，提高特别费，3年3000万。来哦来哦，报名参加哦！全部拢变空空。Fox News 南方快报，这个月的失业率又飙升了，不过有职业的也不好过，平均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万元的，全国共有100多万人，比陈水扁时代多了将近30万人。Fox News 南方快报，各位，你的健保卡有没有被锁卡啊？根据调查，全国共有62万人遭到锁卡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中国人士来台湾都获得政府40%的健保补助。Fox News 南方快报，各位，你的健保卡有可能锁卡无？根据调查，全国拢总有62万人去予人锁卡。但是你知影吗？中国人士来台湾，拢有得到健保补助。是谁的健保？好好好，是啊是啊，你哦，
啊，足久无出来你啊！南方快报，安尼吼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 ，OK OK， 好，加油！他要与中共签署和平协议，也就是说，两岸统一透过政治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谈判，台湾从此也就没有回头路了。都是 news， 南方快报，马总统十月十七号正式宣布，伊要甲中共签署和平协议。也就是讲，中华统一透过政治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谈判，台湾从此都无回头路哦。邵氏 news， 南方快报，马总统说要给台湾人黄金十年，更要给年轻人有希望、有美梦的十年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为什么他的女儿不住在台湾，不做台湾人，却要做美国人？四几年了，再来找素材。南方快报，马总统讲要台湾人，这是咧展示给伊看。更加要让少年人有希望、有美梦的十班。如果这是真的，为安怎伊的祖囝无要住伫台湾，无要做台湾人，要去做美国人？邵氏 news， 南方快报，马总统接受电视访问时说，因为他是外省人，所以有原罪。请问大家，如果有原罪，他凭什么当选台北市长？又凭什么当选台湾总统？七百多万票投票给他的都是外省人吗？请问这样操弄族群对吗？